知识竞赛再怎么激烈，主要还是以娱乐为主。相比接下来的这场足球赛，老师们可是动真格的了。老师们啊，你们的名字叫教兵队是吧？真体啊，江门小心点，江门小心点，江门小心点。秒杀！秒不秒杀？一个才知道。虽说教师队气势如虹，但咱们的学生队却有更多的支持者。首先是现场解说大张伟，冲锋冲锋，特别威风。再者就是刘敏涛带领的啦啦队了，集体为冲锋队加油。看到这么多支持者，鹿晗也不忘摆个帅气姿势，给自己长长士气。学生队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，难怪大张伟敢口出狂言。你觉得今天第一个球谁会进？我们今天觉得第一个球肯定是我们冲锋队会进。真的吗？假如说不是你们先进怎么办？说不是你们先进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把这桌子吃了，我把这桌子现在就给吃了，我把这桌子现在就给吃了。只不过狠话不能放得太快，往往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带着一球的劣势进入了中场休息，冲锋队的主力战将鹿晗迅速调整战术。咱下半场出战防守，要反攻吧？因为老师他们现在一直是防守，是吧？四个人在后面后场，那我们也四个人在后面。行，来吧，一二三，站！一球落后的冲锋队并没有气馁，下半场队员们在鹿晗的带领下卷土重来，靠着默契的配合瞬间扳平了比分。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！比分一直僵持到比赛结束，在最终的点球大战中，大伙儿都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潘玮柏率先站上罚球线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耍帅。的制胜法宝则是卖萌。艾拉，如果你没进的话，我们就输了。好，我知道。老师，要让让我。老师，你去那边，我去那边。最关键的决定性一球自然是交给了全明星球员鹿晗身上，而他也不负众望，一脚定江山。来，鹿晗，大家下面是鹿晗，关键时刻鹿晗出手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！加油啊，加油啊！真的出场时间没准那会儿我就会选择去当一个足球运动员了吧，就真的去踢球了。娱乐梦工厂，该派他
他们该派能撕的了，我认为。对，我先上，我怕你们，我觉得强的留在后面，对吧？我先上。你先上。啊，我让你往后垫一垫。不是我，因为主要是力量太大了，我可能没有什么，体型上没有什么太占优势的，没有任何优势。对，他没有难打。接下来请两队派出第二轮要出战的成员。我输了无所谓了，不是，有的就完全不防守。OK， 一招制敌，小鹿，跳。哇！一招制敌。往后。一招制敌。一招制敌。不防守，一招制敌。你的快可以的。哇，好紧张啊！你不要紧张啊！别躲，没关系的。出战成员，秀儿还没上呢吧？姐，我不知道，我害怕。早玩儿。进来，你们进来，你们进来。你们什么？你们进来。凯开吧。请两队亮题板 ，3, 2, 1。怎么办？
们也得爷们儿一点，也得爷们儿点，不能太亲热。Ready, go。你这个时候做出的决定，你要负责任的啊！啊，不不不，吓死我！他们俩感觉在跳交谊舞。Kiss him. Me? He can't stand it. Kiss him.什么？这还是内奸？我们经历了什么？比赛已经结束了吗？一个待宰的羔羊。怎么这么快？他们两个都是足球。对啊。哦